看看小年宝随的这个香啊，是不是大宝子？天天呢跟我和燕姐在店里哈，在那守着。哎呀，再待一会儿啊，我们就下班了哈，大宝子哈，给家人们看一下啊，还有13分钟，凌晨一点，店里啊还有一桌客，燕姐在里面，斌哥啊和大宝在外面房车内啊，先休息一会儿。今天晚上的下班时间呢，又得是凌晨2点。最后一桌客人呢，也全都走了。现在斌哥也给家人。年宝，我锁门。困不困？困不困？走困了。早困了是不是？走吧。小黄睡没睡？快3点了，2:40。黄睡了是不是？嗯，没出来。谁知道了？那就差不多。哎，看看小黄在哪儿呢？哎，黄上哪儿去了？黄嘿嘿，跑哪儿去了？哎呀地下湿啊。嗯，跑哪儿去了？真是，给家人们看看小黄的窝哈，在这儿又给他放了个大棉垫的，放到这里头啊。嗯，嘿，他有时候进有时候不进，这个咱就管不了了，是不是黄？走，我得去看看大壮壮。看看大壮，大壮，斌哥呀，回来都得先看看家里的这几条狗狗。哎呀，晚上没事把大壮放一放。好了，大壮，别动，好了，老实点。我放你转一圈，晚上没事。好了，哦，嘿，不要人扑，去玩会儿去，去吧，去玩会儿去。
溜达去了。小花回来，让我们再看看。哎，小猫，猫回来了，来，咪咪。哎，站台上哪儿去了？嗯，好嘞好嘞，咪咪啊。哎，上哪儿去了小咪？老黄你起来，大半夜还看着他，这都几点了？给家人们看看时间哈，啊，2:35啊。咪咪的窝呀，我们也给改造了，在这儿看，这是他的窝，这里面啊放了一个小盆，是里面给他装猫粮的，现在是没有了，再给他加上点，看没了。这外面啊也给他放了两个装水的，来来咪，等会你装点粮哈。哎呀，这是鸡食，这是猫食。哎呀，这一天呐，你说斌哥和燕儿姐这一天的事可多了，那钱也得赚呢，不赚钱这怎么让我们自己过得更好啊？是不是？还怎么养我们这些猫猫和狗狗啊？是不是大咪？溜达完自己就回窝去睡去吧哈。小黄别在那看着，老看着他干啥呀？好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小黑他们。小黑，家这几个，快回去，就回去吧，玩会儿行了。这家啊，你看看大壮啊，毛赞亮。好了，你呀。好，行，都行，嘿嘿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不用咬，一见面就咬，走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有点冷啊，干啥呢？扫扫地，扫扫地啊，空调打开了。哎呀，冷啊！被窝里是暖的，是不是？被窝热，然后空调也打开了。我和燕姐啊，现在还是坚持我们的初心，一直住在房车上。这个房车啊，我俩住的也很舒服。现在山庄啊，这有个四路监控，然后呢，主道和副道啊也都各有各的监控，所以说没问题。小年宝啊，就睡到下面这个小窝里。快进去吧，睡吧，进来吧，进屋上房睡觉。哎，哎呀，那幸福啊！你看他们都在外面，那咱也不能都搂车里啊。好了，睡吧，睡吧，行了，睡吧，啊。干啥呢？都等着范范呢，是不是？嗯，先给小黄盛哈。哎，给小黄来。哎，来黄，你到这里头。哎，好喽。嘿嘿嘿嘿。啊，我再去给你安排哈，大壮。这个呀，是给大壮的。你要吃啊？嘿嘿，别人的狗粮就是好吃，是不是？走，壮壮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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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嘿，走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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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哎，来，过来，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冰凌城下。昨天晚上啊，从饭店下班到山庄以后啊，都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了。现在呢是上午10点，冰哥啊还得起床收拾一下，喂喂狗，喂喂猫，还得喂喂鸡。
昨天在我们下班的时候啊，威海的天气啊也是又出现了一个降温的天气，所以说早上起来啊，给家人们看一下哈，看来这是雨夹雪。目前呢山上的气温呢也比较低，可以看出来啊，这个雪啊还多少还有点没化。喂完大壮啊，喂完小黄，接下来啊就得给小黑一家啊收拾狗窝，还得喂喂水啊，喂喂粮。每天呢现在都是喂两次，上午啊9点10点起来以后收拾完就开始喂他们，喂完了以后我和燕姐收拾收拾就要去饭店当值。在饭店嘛，忙过了一个饭口啊，时间大概2点多钟哈，然后呢我们下午啊还要回到山庄，在山庄啊待到4点半左右，也就是把狗喂完遛完以后我们还得回饭店当值。所以说啊这段小日子啊确实是比较忙。哎小黑看看，那么这狗窝里面啊也得好好清扫一下，每天都得打扫，不打扫啊是不行的。给家人们看看这个里面，看看有很多狗屎。兵哥啊现在也是标准的铲屎官啊，得扫，反正这个地面啊好扫，拿那个大扫帚啊一扫啊就扫到下面这个沟里，也是特别容易打扫，很干净。好，好嘞好嘞。收拾起来啊也很快，看看家人们干干净净。收拾完呢一会儿啊还得把这个狗的水盆啊给它加上水，每天早上啊我都是给它加满，然后第二天早晨呢没喝掉我再把它倒掉重新换上新的。狗粮呢现在这个盆啊也是吃的比较干净，一会儿呢在我们上班之前呢也是仍然要给他们把狗粮填满。刚把小狗狗喂完呢，这雪呀又开始下了，而且还不小。刚刚我喂狗的时候啊雪还很小，可以说几乎是没有。那么现在呢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点钟，雪呀又开始下得冒烟了。燕姐这会儿啊也是比较忙啊，在给喂鸡或这个鸡饲料。看看今天中午啊我俩就不去店里了，一会儿给店里打个电话。今天在山庄啊懒一中午，不往那儿走了。每天和鸡食啊也是个力气活。那可不是，光说吃点鸡蛋喂点小鸡儿容易吗？有点冷啊，有点冷。好，关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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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不关门鸡儿就跑出来了。哎看看，又掰了点白菜叶哈，继续喂鸡，给再给它添点水儿，来，今天天冷啊，一共就下了5个鸡蛋。偷的浮生半日闲呐，今天我和燕姐没去店里，在房车内啊煮个面，在山庄啊待他一天。水烧好了，燕姐，你来打荷包蛋吧。你开打荷包蛋容易散吗？这个蛋就是早晨你从鸡窝里新捡的。外面没洗就捡，你往里打就行了，那又不打鸡蛋皮。哎呀妈呀，你简单擦一下。搁里掉东西了。没事，哎呀，车里的温度还是非常的好啊。今天山上没有存货，有存货咱俩是不是涮点小羊肉哈？看看电视，看着雪景，哎，蓝蓝的，躺一天。蓝蓝的躺一天。鸡蛋黄多好。鸡蛋黄哈。嗯。就鸡蛋壳有点薄，吃下头还缺钙。哎，真不错。
我能吃俩。你能吃俩啊？嗯，还有一个一口。都搁里吧，多吃点。行。燕姐的荷包蛋呢，打得不错呀。我都没敢开火，开火怕锅都碎了。是吗？有点粘。这鸡蛋真好哈、啊！哎呀，吃碗热腾腾的方便面，也是嘎嘎香啊！你咋到现在都没吃饭？可不咋的，一直在忙活。大兄弟里有啊。